的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思诺，今天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给您带来 American Odyssey 美国探索。在每期的美国探索节目里，我将带您去经历美国的生活、文化和历史。好，请您收看今天的美国探索节目。到购物网站上用厨房菜刀做关键词搜索，你可以看看价格，一般的也就是十来美元或者几十美元。如果希望奢侈一点，最著名的品牌也很少超过200美元。鲍勃·克莱默的菜刀价格不在这个档次。几年前，他曾经将自己制作的一把菜刀放在电子港湾 eBay 上拍卖。So instead of me arbitrarily picking a price and saying this is， 我没有自己去决定价格，而是定一个很低的起点价，100美元，放到 eBay 上，主要想看看能走到什么价位。It sold for， 结果卖到了8000美元 ，for an 那就是一把8英寸的菜刀。菜刀的价格高不是因为镶金是银，而是由克莱默这个品牌决定的。I got my master's。1997年，我得到了制刀大师的证书。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122人拥有制刀大师的称号，申请者需要经过5年学习，全手工打造出6把优质菜刀之后才够格。I just continued to make knives. I think the first time I got. 以后我一直做刀。我最先获得全国性的认可是1998年。美国许多知名媒体都介绍过鲍勃的刀，他的名声也传到了其他国家。上海的一份杂志就曾经用不小的篇幅介绍过他。Photographs were great, and it's really a pleasure. 照片很棒，我非常高兴。可惜我看不懂。鲍勃大学毕业之后当过马戏团小丑，也做过配音演员，后来当了厨师。这个背景对他做刀特别有帮助，他知道厨师喜欢什么造型的菜刀。So lots of experimentation and 需要很多试验。后来我琢磨出这种特别造型，它的手感非常舒适。鲍勃的作坊在美国西北华盛顿州首府奥林匹亚，这里的条件谈不上舒适。他每天面对的材料，在旁人看来或许只是一堆铁疙瘩。These are mad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se are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些都是我开始做到的原材料，一共有4种，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些是美国的，这里还有德国的，那边从瑞典来。每种原材料的化学构成都不同，硬度、抗磨损和切割能力也有区别。他喜欢琢磨材料，尤其是不同材料组合后的效果。工厂里大批量生产的菜刀都采用不锈钢，鲍勃用的是碳钢。And it was because it could do extraordinary things. You could make a knife that was 碳钢适合做不同反响的事情，用它制成的刀非常锋利，1英寸的木扎滚可以一刀切断。And this knife was 同时它也非常强韧，非常坚硬。2×4寸的木板砍成2半只需要2刀，这种刀还可以弯成90度不折断。I never saw stainless knife. 不锈钢制成的刀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接受煤油浸泡后，他的工作进入热处理的第一道工序——焊接。4块不同的碳钢结合到一起，接下来要锻造。This is a forge. It's running about 2400 degrees Fahrenheit and natural gas fired. 锻造炉的温度大约有2400华氏度，烧的是天然气。这个炉子是我5年前建造的，专门用来制刀。锻造的次数不仅要满足各种指标的要求，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感觉。制刀对鲍勃来说，既是一项技术，也是一门艺术。At the beginning, I go very slowly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welded properly, and then
next time I will be much more aggressive. 一开始的时候我的步伐比较慢，让所有材料融合到一起，下一个阶段我可能加快一些，锻造的次数由最后的形态决定，由我要做什么样的刀决定，由刀的层次决定。鲍勃的工作环境里没有任何装饰，除了机器上贴的图片，尤其是这张溜冰者。This is Safety Betty. Helps me to keep my head away from this piece, which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它叫安全守护神贝蒂，它可以提醒我头不要靠机器太近，那样会很危险。机器整个都是灰色的，有时候容易忘了运动部件在哪里，有贝蒂才好。Plus, I think she's cute. 另外，她看着很机灵。经过反复锻打，刀具逐渐成型。接下来再用盐来一场高温洗浴。This is for hardening the blades. In this process, 目的是让刀刃有足够的硬度。我用的一种特制的盐。持续的烈火考验之后，还有寒冰中的冷处理。一系列复杂精细的工序下来，一般需要24个小时。I'm very slow. I don't work very fast, so I maybe only make 159. 我的速度不快，一年大概就做150把刀，所以我对细节的关注跟那些大批量生产的菜刀完全不一样，刀的感觉也不可能一样。从主观感受到实际完成以后的效果都有些区别。有的区别很微妙，有的非常明显。鲍勃的刀每一个环节都有讲究，刀柄也不例外。This wood is from Hawaii and it's called koa. 它叫寇阿树，产自夏威夷，好看，有曲线，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虎纹。刀柄由粘胶连接之后，再由铆钉固定。这是一把10英寸的菜刀，功能多样，厨房里的各种活都能做。克莱默菜刀的价格达到1英寸$200，10英寸的刀卖到2000美元。锻打出精致花纹的大马士革菜刀价格更高。Should last your lifetime.And maybe your children's lifetime. 但它应该能用一生，也许你的孩子也能用一生，所以不贵。一杯咖啡要4美元，那才贵。菜刀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切菜，2000美元的菜刀也不例外。鲍勃的刀可以主动切。I'm going to drop this tomato. 我让西红柿落到刀刃上，看看效果怎么样。也可以被动切。被2000美元的菜刀切和被20美元的菜刀切，对西红柿和洋葱来说又有什么不同？I think the tomatoes and onions are so grateful that they. 我觉得西红柿和洋葱都会感激的，被我的刀切，他们没有痛苦，切割非常锋利，不会流血。在意识到已经下锅变成菜以前，他们都不会觉得被切过。还有其他事情可以体现出克莱默菜刀的性能和性价比。I'm going to try to cut these three pieces. 我要用菜刀砍这3根绳子。3股粗麻绳拧到一起，它可以一刀砍断。劈木头的时候，它的菜刀用起来跟专门的砍刀一样。完成所有这些特殊任务之后，菜刀仍然保持着原本的锋利。刮起体毛来干干净净。We can just make them thinner, tougher, harder than a production. 比起那些批量生产的来，我的刀更轻，韧性更好，强度更高，就像为你专门定制的一样，在你手上显得很有力度，就像汽车中的法拉利。
克里斯托弗·马里从前是时装模特，他去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12年的职业生涯结束以后，他回到家乡俄勒冈州首府塞勒姆定居，但仍然经常旅行。他不再到大城市走梯形台，而是到荒野捉虫。他听起来像个昆虫学家。目前物种的多样性比以前好了很多。其实克里斯托弗是个艺术家，他钻进丛林里收集到的昆虫都将成为艺术品。我关注的是昆虫的基本的特征，让那些昆虫显得独特的特征。犀牛甲虫的共同特征是头上长角。在这件作品中，有的犀牛甲虫从泰国来，也有的来自婆罗洲、马来西亚、秘鲁和厄瓜多尔。Instead of being a big mess of all these different horns, 你看到的不是杂乱无章的长角堆在一块，这里有一些秩序。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一群原本无序的动物带来秩序。昆虫从来都不是宠物，很多人讨厌它们，或者是心存畏惧。经过克里斯托弗的设计和包装以后，昆虫成了惹人喜爱的艺术品。如果它们不待在盒子里，而是爬到我的皮肤上来，我会吓得尖叫。安娜·皮特森是塞勒姆的市长。克里斯托弗最近开的画廊为这里的老城区带来了新的活力，昆虫艺术当然是主打展品。They are so colorful. He has been able to display them in such an interesting. 他们多彩多姿，克里斯托弗非常善于用生动的方式展示他们，凸显出色彩的美。克里斯托弗与昆虫的接触并非源自于热爱。信不信由你，一切都因为恨而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从孩童时代起一直对昆虫感到恐惧。他做模特的时候，曾经在东南亚一带生活好几年，那里是世界上昆虫生息繁衍的最佳地点。我有一次去了泰国，看到了一些已经死亡的甲虫，我开始意识到这些甲虫中包含的设计元素。我想从设计的角度说，它们真的美得让人惊叹。到中国的一段工作经历，最终帮助他彻底消除了对昆虫的恐惧。在广州，他第一次品尝到用甲虫做的菜。事实上味道不错，尝起来像榛子或者其他什么坚果。这让我醒悟到，我不必害怕昆虫，我能吃它们，没什么不好。东南亚和中南美地区一直是克里斯托弗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他每年都要找机会亲临现场，体验丛林生活。另外，他也定期从当地捕虫者那里收购。这些昆虫要经过一系列杀菌、冷冻、干燥、定型等处理。克里斯托弗不愿意透露太多的技术细节，他希望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欣赏作品上。我们做的就是将世界上各个地方最美丽、色彩最斑斓、品种最多样化的甲虫放进一件作品里。这种马赛克风格的镶嵌作品最能体现克里斯托弗的风格。每一只昆虫的色彩全部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处理。The mosaics start at $500.马赛克类作品的起价为$500，但价格可以一直往上。这一件包括非常非常罕见的品种，
价格也就很贵，$4,000。这种特殊的图案还引起了时装界的注意。妻子艾里森认为，时装设计和昆虫艺术之间有天然联系。The clothes are about making a person. 时装让人出类拔萃。如果你只看到时装却看不到人，那不好，对吧？时装必须漂亮，必须激动人心，但你一定得看到人。克里斯至于昆虫，就跟设计师对于人一样。克里斯托弗让昆虫的魅力得以突出和强化。待在抽成真空的盒子里，这种魅力也能够长期保存。What I love about this work is that this is nature in its raw, real form.我热爱这项工作，这是大自然的原生态，是对造物主的颂扬。我做的工作跟造物主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对自然的热爱让克里斯托弗进一步将题材扩充到海洋生物。接下来是石头。You know, my favorite is actually his fossils, his catchosaur. 我喜欢他的化石，非常独特，显然独一无二。克里斯托弗最近几年开始关注植物和花卉。塞勒姆周围的苗圃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的焦点放在珍稀植物和新培育的品种上。像这种植物吧，一年难得开一次花，思维正常的人一般不会想着摘下来以后保存起来，我们可以。植物是克里斯托弗最新的作品系列。花匠大卫乐于成为他的合作伙伴。You can have art in both a painting as well as in photography. 绘画和摄影都是艺术，但这个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你能够保存和复制出鲜花。摇滚歌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也就是猫王，已经去世30多年，他的音乐仍然深受欢迎。听听唱片行吗？ Train, train, 不错，但不够。猫王迷们还需要真人演唱，所以美国就有这么一个职业，叫做猫王模仿者。猫王刚去世的时候，据说只有20到30个模仿者，现在应该很多，大概5000到10000人吧。不过，像菲尔·厄班这样的专职猫王模仿者数量没那么多。他住在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在全州范围内专职干这一行的不到10位。I do street dances. 我在街舞集会的时候唱，音乐厅里、婚礼上、生日派对上也都唱。如果接到教会的邀请，菲尔也乐意去娱乐信徒们。遇到大型活动，他会有2-3个帮手。至于说在教会里的小型演出，他主要得靠自己。Speakers, amplifiers, 这些是喇叭、功放、喇叭支架，还有各种电缆。菲尔1964年出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持续了30多年，足迹遍布美国各地。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school, I would have a little. 记得上学的时候，我在科学教材背后藏着关于猫王的小书，读猫王而不是读科学。我知道了猫王的历史比学校里教的历史要多。菲尔对猫王的热爱早在9岁的时候就已经萌发，他自小就开始收藏各种纪念品。猫王跟一个坐在凳子上的玩具熊唱歌。这么多年下来，他需要在家里专门布置出一个房间来展示。菲尔因为从事这个特殊职业的缘故，还爱上了健身。
200 sit-ups with about 80 每天完成200个仰卧起坐，胸前要压着80磅的重量，这样才能让腹部一定保持平坦。另外还要完成手臂的负重锻炼，上滑行器和跑步机。菲尔这么下苦功夫，并没想着转型为施瓦辛格，他只担心扮演猫王的成本太高。菲尔有十几套演出服装，价格不菲。The lowest price costume I have is about $1,300. The most expensive one is 最便宜的大概要1,300美元，最贵的4,000到5,000美元。如果增加了10磅体重，你总不能每三个月买一套吧？所以啊，一定要控制住体重，不能增加。他的演出服装都按照原件仿制，每一样都能找到出处。有些装饰品虽说看着逼真，但和原件的区别还真不小。我这条腰带是镀金的，猫王的那条是纯金的。这条金色腰带搭配上闪亮的蓝色服装，不知道效果会怎样。Something different. 我想试试不同的感觉。通常演出我不会这么穿。另外，这种装扮在女士们看来很性感。Sexy for the ladies. 现场的观众不管男女都很喜欢菲尔的演唱。在我们整个东南地区，他可能是最好的。但菲尔长得像猫王吗？不像，不算特别像，但他的演唱真像。他的嗓子，他的台风，确实跟猫王有几分相似。这是长期艰苦训练的成果。他花费过大力气来模仿猫王的步伐和体态。猫王的曲子当然从不离口。在婚礼上也不例外。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All my dreams fulfilled. It was just a beautiful song, and for the 这首歌好听，在当时的情景下，给了一个女孩梦幻般的婚礼。妻子不仅在生活中支持菲尔，人手不够的时候，她也直接在舞台上提供帮助。I think as long as he's alive, he will continue to try to. 只要还活着。他会一直唱猫王，模仿猫王。我会鼓励他坚持下去，不管看着像不像，他总会有这副好嗓子，这个是跑不掉的。在距离华盛顿130公里的维吉尼亚州谢南多厄山谷里，一些车辆排队等候进入一个汽车电影院。沙南斯科特和他的家人和其他人一样，提早2个小时到这里。你可以感受气氛，你可以到有趣的零嘴小摊买零食，等着夜晚的来临，也能享受家人共处的时间。斯科特说，自从他和家人3年前发现这个汽车电影院之后，他们时常开1.5小时的车来这里看电影。沿途风景很美，时常来这里很值得，我们都好喜欢。美国第一家汽车电影院1933年在新泽西州开幕，到了1958年，美国有4000家汽车电影院。但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迅速消失。今天，全美只剩下不到400家。吉姆·科普是这家汽车电影院的主人。当年汽车电影院都建在城镇的边缘，当城镇扩大时，土地费用也开始上升。最后，土地比电影院本身还值钱，所以很多人都把土地卖了，改建成住宅区或零售商场。
早期汽车电影院是很受欢迎的约会场所，现在大部分的顾客是家庭。科普的电影院甚至还有一个游乐区，在电影开始前儿童能够在那里玩耍。弗雷德·昆里夫家族15名成员分别从德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维吉尼亚州其他地区开车来这里。这是我们小时候父母会带我们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家族聚会，让孩子们开开眼界。一些附近的旅馆现在还提供汽车电影院顾客特惠优待。我们有很多远来的顾客专程来这里看汽车电影院。这家汽车电影院可以容纳高达500辆汽车，两个荧幕上播放的都是最新上映的电影。电影院主人科普说，生意好的时候他可以卖1500张门票。大部分电影门票的收入都给了制片厂，这大概占电影门票收入70%。汽车电影院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食品和饮料销售，但是还有一个新挑战，汽车电影院必须在今年年底前数位化，因为到时电影制片厂就不会再给电影院35毫米胶片放映电影。一台放映机要7万美元，所以为了转换成数位放映，我必须要负担14万美元的债务。一些汽车电影院可能因此关门，但是很多粉丝仍然希望能在未来的多年继续享受在星光下看电影的日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merican Odyssey 美国探索节目。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或者希望和我们保持联系，请您一定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globaldragontv.com。好，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见，拜拜。